SG 新闻空间站，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三，我是今天的领航员 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获得2032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悬赏10万通缉犯藏身温哥华，野火支援部队将抵达 BC 省，美国边境将至少关闭到8月21日，雄鹿时隔50年夺总冠军。下面为您播报头条新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获得2032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2021年2月24日，国际奥委会宣布，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成为2032年夏季奥运会首选举办城市。据此前报道，国际奥委会于2019年改革了奥运会举办地的产生机制，不再采用以前确定数个官方候选城市，然后投票表决的模式。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以取代此前的评估委员会，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推荐多个或者单个候选城市。报道称，布里斯班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被推荐的城市。澳大利亚委员会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表示欢迎，称他们将继续努力。悬赏10万通缉犯藏身温哥华。警方周一表示，阿尔伯塔省悬赏10万元通缉的一名杀手，可能就藏匿在温哥华地区。警方说，24岁的 Granado 涉嫌2015年在卡尔加里一场枪击案中打死人，而被指控一级谋杀罪。自2019年以来，他一直潜逃，至今下落不明。据悉，那场枪击案发生在 Monterey Park 社区，受害者是26岁的 Murphy。调查人员怀疑 Granado 可能逃往 BC 省温哥华地区，是因为他在该地区有帮派关系。Granado 是菲律宾血统，有棕色眼睛和黑色头发，但警方表示他的头发很可能染成金色。警方称 Granado 被视为有武器的危险人物，建议公众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逮捕他，知道其下落的人应与警方联络。野火支援部队将抵达 BC 省。由于火灾继续威胁着人们的人身安全，联邦政府已向数千人下达了疏散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源正抵达 BC 省，以帮助扑灭野火。但是因为大风和高温，可能在未来几天造成更严重的火灾，目前有3100多人参与灭火工作，其中包括来自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新布伦瑞克省的消防员，另外还有500名消防人员预计将于本周末抵达，其中包括100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联邦政府还将派遣多达350名加拿大部队人员加入灭火工作。截止今天上午 ，BC 省共有295起火灾。截止今天上午 ，BC 省共有295起火灾，其中包括火花湖火灾，最大的火灾面积达470平方公里。星期二 ，BC 省野火局说，今年以来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迄今为止已发生了1162起野火。BC 省野火局省行动部主任 Cliff Chapman 说，现在进行直接比较还为时过早，情况与2017年和2018年相似，但这次是 BC 省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美国边境将至少关闭到8月21日。根据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的更新令，美国陆地边境将至少在8月21日之前不允许非必要的旅行。美国政府在美国联邦公报预先公布的一份公告中说，虽然疫苗接种率有所提高，但向非必要旅行开放陆地边境仍然可能带来太大的风险。更新令写道，鉴于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爆发并持续传播和扩散了新冠病毒，部长已确定与新冠相关的病毒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持续传播和扩散的风险，对人类生命或国家利益会构成持续的威胁。就在美国颁布这一命令的前几天，加拿大政府宣布其陆地边境将于8月9日对接种了疫苗的美国公民开放，并于9月7日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接种了疫苗的旅行者开放。雄鹿时隔50年夺总冠军。密尔沃斯雄鹿以105-98战胜了菲尼克斯太阳，此役字母哥轰下50分14篮板，他也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征服了全场球迷，征服了对手，最终帮助球队获得了总冠军。
此役，字母哥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新高得分的50分，同时他也是帮助球队时隔50年圆梦总冠军。字母哥拿到生涯首个 FMVP， 加上他在之前的两个赛季蝉联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奖，已经拿到了大满贯。在 NBA 历史上，拿到过多个 MVP， 同时还拿到总决赛 MVP 以及 DPOY 的球员仅有2名球员，字母哥和迈克尔乔丹。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乘坐，这里是 SG 新闻空间站，我们明天见。